乘搭城巴机同快线前往香港国际机场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，请小心看管理的财物，祝旅途愉快。终于来到机场了，今天入嚟机场搞什么飞机呢？哇！大家不要误会，这条不是旅游片，都可以当旅游片的，是在地旅游啊，本地游，没错。当然就不是入嚟搞这架飞机啦，主要今天入嚟就看机场三宝啊。10月22号星期二的下午啊，咁啊呢度有啲画展喺度啊，呢个原来是江启明作品展，讲香港1亿多年前发生火山活动，形成了今天的地质面貌，孕育了呢座城市的生态环境啊。哦，讲到咁远，呢度已经有第一幅的九龙城寨画了，九龙城寨1988年啊，哦，艺术节，好，喂，唔好嘥电啊，影翻自己啲三宝先，无啦啦多咗一宝出嚟，真系唔知点搞。流量密码九龙城寨，哇，系，哦，几好。咁我拍下個 wide shot 360俾大家睇下先。喂，哇，嗰度嘢播緊噶喎，睇下後面先。哇！佢成個設計係四面都有嘢睇喎，冇求做到，冇求做到四面都有嘢睇嘅喎。哼！以前機場咧就喺九龍城寨隔離啊，而家九龍城寨咧就喺機場裏邊喎。是不是正先？哇，好乾淨，企你的機場裏面就起一嚿廢墟咁嘅嘢出嚟，係頹廢尾啊！哇，係咁啊！現場所見啦，都好多遊客喺度打曬卡噶啦。嗱，呢度有人打卡啦。好多人打卡，好多人打卡，好成功，呢、這个展品好成功，耶、yeah! ！港产片不死，耶、yeah! ！咁啊，最过瘾就系佢系可以俾你行入去坐低影噶啦，系啦，哇！大家都不论你系咩国籍，不论你系咩国家嘅人啊，你都会埋去坐低影一影啊。九龙城寨之围城啊！咁咧就可以坐入嚟打卡啦。哇，有啲假嘅道具喺度喎。喂，係黐死咗嘅原來。動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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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筷子咧？筷子都黐死啊！筷子都喐唔到嘅原來。喂，但係呢個拎得起喎，奇怪在，搞笑喎。啊！呢啲黐死嘅，黐死嘅，系啦。我估呢个都系黐死嘅，好紧要啊！胶饮桶嚟嘅呢个，好凝固咗嘅奶茶。哇！应该有人夹粗想掹佢出嚟，爆咗啦！我解释一下冰室系咩嚟，卖冰嘅地方。有人坐低落去打卡啦，好多 detail 喺里边啦，确实。7G 冰室，哇！手寫嘅餐牌，叉燒飯，下面有啲假嘅燒味，
當然最不少得的就是水磨石地板啦，係咪？飲品方面一定係唔少得有呢個滾水蛋啦。呢個箱係有啲料到喎。入面嗰啲煙唔知係真定係假嘅咧？我諗嗰啲煙嘅包裝係翻印出嚟嘅。雲斯頓嗰啲係嘛？劍牌。牆上面嗰啲汽水廣告啦，飲歌啦，大件事咯。七記友誼深似海，上面嗰層有啲咩睇啊？吊線咯，懷舊吊線，係啊，好啱。有啲 channel 專講吊線嗰啲咧，有啲凝固咗嘅雀仔度。呢度又係有啲魚骨天線啦，虎標鐵打管，呢啲走唔甩啦，雜亂嘅電線，跟住有啲路牌啊，西城路啊，同埋嗰個牙科，河圖良牙科啊，跟住呢邊咧就係髮廊啊，舊式髮廊。好仔細啊！連嗰啲鉸剪啊、電髮嗰啲嘢都做翻曬出嚟，走唔甩噶啦！呢啲舊式風筒又僆仔嘅時候係有用過噶，超辣手嗰啲鐵風筒，龍城髮廊。好，跟住到展品嘅背面咧，都有嘢睇噶佢，其實。一些水井啊，跟住有些舊電器、舊電視 ，Homebox， 華根耳鼻喉，物記維修3818256，以前唔係六個 number 嘅咩？抽記。啲欄杆幾靚，人多取水請排隊啊！誒，嗰啲就係八字堂嘅喎。另外呢邊咧就係啲小朋友嘢啦 ，show 埋啦先。嗰啲燈籠啊，八字堂啊，扭蛋機啊。槍技士多，呢啲係咪美術組畫翻出嚟咧？猜燈謎喎，邊一隻豬得一隻腳？猜一零食。哦，就係珍寶豬。呢邊又有一個猜燈謎，消防處放假，切。油麻地咯，當然唔少得嘅西瓜波啦，係咪？燈籠只要西瓜波啊，入嚟城寨嘅睇牙科啊，都係睇婦科嘅。懷舊信箱咯，好咁我睇曬四面啦。正面嘅七記冰室咧，依然都係最受歡迎嘅，可以坐去打卡啊嘛。試下高位影翻落去先，九龍城寨，哇！其實佢呢啲位置都有落功夫嘅喎，即係佢真係顧及到360度咁樣睇呢個展品，由高啲嘅角度睇翻呢個城寨啦，好似一個放大咗嘅模型咁樣咯，我覺得。
多謝大家收睇啊！下一集我哋再见，拜拜！大家中意呢条片嘅，记得分享、赞好、订阅、留言啦、啊！拜拜。OMG!